大家好，明天来领导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是直。那这个字和知乎也写的字在这画面里面是同一个字。下面呢，我就把教过们的写法来演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直这个字是一个象形字，在教过们里面呢，它是这样写的：这是一种写法。第二个写法呢，它是这样。第三种写法呢，它写的这样。甲骨文第四款的写法，它写的这样子。从甲骨文这个第一款、第二款这两款来看的是，这儿画了个甲章。上面有三个甲子的，这个用三个甲子的代表五个甲子的，这样子呢，书写的是给比较方便。这个三呢，也表示都的意思。从第三款到第四款呢，这两呢就是简化为一种线描，所以表示三个甲子的为主的一种符号。所以从一些的资料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是甲骨文当中，就是从一只甲。逐步的那样的画的一些象形，到最后成一些符号的文字，是这样逐步演变过来的。在经文里面呢，这个字是有比较大的变化。在甲骨文第三款和第四款的基础上，淡化了甲章的一种象形，突出了三个甲子的这个情况。经文它是这样写，把甲章尽量淡化。突出了三个脚趾的形状，这经文的写法呢，基本上就是说，从甲骨文呢这两款字形逐步演化过来，把个甲章的形象淡化了。小篆呢，它是继承经文的写法，小篆它写成这样子，小篆写成这样的。在隶书里面呢，这个字呢，在抄圈碑里面，它是这样写的。抄圈碑里面写成这样的一个形状。在马王的铺书里面呢，这个字呢，它是这样写的。马王的铺书写成这样，曹全碑写成这样，这个楷书里面呢，这个字呢，它就写成这样的一个字。楷书写成这样，直这个字。它的原意就是甲，说文解字里面说直下基也，意思就是说底部的基础，
像草木生长出来的地，长出地面以后啊，它底下的根啊、茎啊，像一个地基一样。所以古人呢，就是用这个子，用这个子来表示足。另外呢，见立不走，延伸为停止，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。呀，停止啊，停下，这个止，用于作为一种副词的时候，表示仅仅自由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在那个《聊斋志异》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清秀之编杂，几何者，自正笑耳。”就是说那些动物、鸟类，它再怎么狡猾，再怎么变化，它有多大的那样子本事啊？从文字的发展以及流传来看的话，这个子，这个子是最早的，比足比架要早，所以这个字呢代表架，这个意思最早就是子，后来是足，再最后是架。从现在能够查到的一些资料看的话，这个架这个字呢是在战国时期，那个虽然架有五九倍，从那个地方发现了有架这个字，但是子这个字是殷商时期的，子和作本意在逐步扩大以后才产生了架这个字。所以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这个字越是古老，它的本意保留的就越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呢看那些甲骨文，它的本意原意很多都变掉了，甚至没有了，隐秘掉了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后面又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字，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，就造成了一些结果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子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